崩溃了。156是吧？对，156。车在这里。晒的你冒大烟，你信不信？晒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拿好东西，出发去朋友家里面去。走。那个今天跟咪咪，跟咪咪的大咪咪徒弟，然后去洗发地哈。全副武装。全副武装了，这个。其实也没事，我觉得晒不晒太阳无所谓。我们去刮地，那老肥你弟弟是吧？还是你哥哥？兄弟朋友弟弟都有。兄弟朋友弟弟都有，他们的刮地，我们现在在南宁这边。好，现在我们过去到刮地里面去。阿花，你他要去做好事了，那个火龙，好讨厌这个瓜呀、啊，这没办法把它消灭掉，现在来把它消灭。三个瓜，哎呦，来，我一共看到三个瓜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那你猜出来？这里还有一个，怎么看它熟不熟啊？就是你拍一下它。这是不是茄子？你们告诉我。这个是番薯，你弄错了。我是不是从瓜地里面摘了个茄子？老肥呢？给你个茄子啊！哎，摘啊！真熟了吗？熟了，真熟，那一个肯定熟了，百分百。瓜长得有点歪，但是它的。我那边去摘呀、啊，这边的今天收过了。对啊，后面那里，这个好大呀、啊，这个。来了。这边他都说收过了，没有，有一些大，但是它。哎呀，我刚放那边果篮去啊，果刚放那果篮去啊。哦，他们刚找过是吧？摘了就抱着，先放，谁摘谁抱，为什么不刚才叫你摘？好的，被坑了哦！我感觉掉到一个深坑里了，果然是好朋友。不然为什么叫你摘？果然是好朋友。歪瓜裂枣，他就摘了，他从来没看那个瓜。这个熟了吗？确实，对对，我看这个好像更熟。不太眼熟，眼不熟，瓜熟，那个最熟了，那个阳光野菊。哎呦，熟透了，熟透了，透了，熟了，大黄鸭熟了，老肥，熟了，干了，盘它，你不摘了，你是被骗多了，好像不敢摘了，是吧？都怪老肥，怎么会又怪我了呢？小明那个。谁摘的瓜谁爆啊？你怪你怪谁呀、啊？那我也想猜啊，而且不能放哦，摘了就一直抱着哦，抱着啊，不能放哦。又想坑为师，你听一下那种声音，跟我这种声音，这个是专业的是吧？必须的，实力不允许啊，没办法、啊，熟不熟这个？想低调，实力不允许啊。然后那个花纹打开了就熟了，那个纹路清晰的。哦，看这个花纹。来，我这样子证明你说你接不接得到？试一下啊。可怜的瓜，一、二、三。看，女汉子，我就知道她一定是个女汉子。我怕她浪费了。我怕浪费情绪的这杯，我在这个西瓜有一点点安慰。你看那个人，他不声不响，他偷瓜。快跑！你跑得过吗？快跑！小胳膊小腿往哪跑？你看一下什么叫瓜？这里呢，他们今天早上也刚好挑过那边的瓜地啊，在这边选了一些特别大的出去。这个黄的是吧？有。给你们听一下这个瓜的声音，有弹性，你一拍进去中间有弹性，这个瓜是肯定熟了。行了，咱们今天不摘那么多了，可以够了。先出去，因为太阳太大了，等一下怕那两个小家伙等一下他们中暑了，老肥哈。那还有没动够啊？够，自己动手，封印出去。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叫等一下吧，对吧？还有一个阿姨的。爸，起来吧，干嘛？这个是吃饭，我们好朋友今天在他家里面，你看多帅，帅气是不是？今天在家里面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感谢，非常热情的招待咱们。咱们现在先吃饭好不好？好。咪咪后。吃饭。来吃饭，宝贝。谢谢。刚刚我们开始以为这个摘西瓜摘来卖。拍给我们的，懂了吧？好热情。哇，这戴帽子的，哇，来帮你拿一个上去，快。开了，看这么多西瓜，这么多西瓜。
哎呦，那边酒了吗？没有，再给你一个。再塞一个给我。卖了吗？卖了。你们有多少天币啊？有啊，有的还有好多。兄弟。叔。感谢了。非常感谢，打扰了，打扰了，这个怎么会打扰呢？讲正经话，终于不是我们两个说说而已啦。到南宁那边来就是讲这种话啊，这种话是友好的意思，就是友仔啊，我们在友仔这边就是讲这种话的是吧？你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哈？对啊，好像我们也差不多要分别了哈。等一下我们出去就我要回柳州去。各奔东西，各奔东西，给资金了，各回各家，能找个吗？哪里资金给他还？我这可爱的小师妹，第一次看到离别时总会伤感，是不是？是真的。哎呀，哇，毛毛腿啊！冰的，跟你了，又拿了一个冰的。昨天咪咪也是盛情的招待咱们，对不对？今天到这边来呢，也是非常的热情。你看这一家子，这一大家子都是热情好客。是吧？嗯。老肥过去跟他们打一下招呼，我们等一下就回柳州去了。谢谢，感谢感谢，谢谢。啊，等一下就回柳州去了啊。好，要下次有时间又来找你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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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以，欢迎欢迎啊。嗯嗯。那我们现在呢也准备回去了，是吧？舍不得刚才说的，舍不得他们可爱的、美丽的、漂亮的、矮矮的、小小的小师妹啊。好。好。哎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你那裤子太凉快了。啊，等一下回去他等一下回去换裤子的时候，就这里是黑的，然后其他地方都差不多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准备出发了，多说了好吧？好，今天到这里呢，非常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点击关注一下。我是峰峰，这是小师妹咪咪，那个是小师妹的大弟子，是吧？大美女。湖北武汉的哈，嗯，好，我们就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